王室宝宝历来都是网友关注的对象，基英国乔治王子的照片在网上曝光，萌哭一票网友之后，最近不丹七个月大的小王子的一系列萌照曝光，再次让女网友们母爱爆棚。今年2月份，不丹国王旺楚克和王后佩玛迎来了爱情结晶，再过几天小王子就要满七个月了。不丹国王旺楚克亲自给儿子拍下了这组写真，照片中小王子身穿不丹传统格子长袍，衣服上还别着有父亲头像的胸章，再配上海军风的小鞋子，圆嘟嘟的小脸萌态十足。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小王子已经跟着父母出席了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重要场合，不丹民众早已对他们未来的国王十分熟悉。今年36岁的旺楚克，2008年正式加冕成为不丹国王，三年后娶了当时只有21岁的王后佩玛，佩玛因此成为不丹历史上最年轻的王后。佩玛出生在一个飞行员家庭，但这丝毫没有妨碍旺楚克对佩玛的感情。身份地位悬殊的二人因为感情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不丹民间流传的一段佳话。